我是 Gladys 来啦。这一箱今天要开箱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我上次拍的那个超市饮料试喝，然后有人在我底下留言说，不妨试试格瓦斯、东方树叶、黑松沙士什么的。然后之后呢，底下有人就在底下回复他，就打说你是魔鬼吗？你想谋杀他吗？也有其他是说好喝的。留言的那个人是我的第一支影片，就是我跟黑娜拍的那个影片，他给我们超多 tips， 就是感觉是一个好人，怎么会叫我喝喝看中国最难喝的饮料呢？就看到这些留言就让我超有兴趣，我就去淘宝，就像你们说的搜寻就有了嘛。台湾要买淘宝还是有点小困难，而且这又是液体饮料，对，所以就其实蛮难送的。后来我就去私讯台湾有个虾皮，然后虾皮一些有卖大陆的东西的卖家，我就去私讯他，卖家就说好，而且他算我算这样子，就是五瓶饮料，应该是等一下拆箱看看，就是350块。可是其实其他虾皮卖家都开到可能500台币、600台币，所以我买这个是费尽千辛万苦，但我超期待。他在回我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等他舍友才有买过这个，没有，我都看了。开箱吧，结果我们开箱我就开了这个照片，自己开半小时，有空期待啊。它贴的超紧密的，因为那个他说像这种液体在送的时候会更困难重重，就那个卖家公司，然后就是真的非常感谢那个卖家。大包塞箱子的，丢色丢这边，还有就是最可怕的最大魔王，对吗？我有先就是忍不住，然后偷偷百度一下，这个是蛇草水，看第二个黑松沙士，台湾制造，我花了350，然后特别把它从那边运过来，我都认识。下一个。叫什么 Squid， 包装蛮漂亮的，就是可以拿来当水壶之类的。好，好啦，全部开箱啦，应该是有照大家的那个名次，因为有帮他们排前五名嘛。那最好喝的到最可怕的，差不多就在这边了。而且你知道我今天超白痴，就是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来想一个应对方法。大家有认出这个 logo 吧？这个是喜茶的杯子，超多人的哎。是在那个三里屯，然后我想说如果太难喝的话，我就把它装进喜茶的杯子，就是会感觉比较好喝。因为我今天要挑战的就是全部喝完，没说等一下如果失败的话我就把这四个字剪掉。好，然后呢我现在就要先来试喝第一个了。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红色尖叫，然后它的那个好喝指数是最高的，就是这五个里面比起来。首先呢，光是它的开瓶我就不会开了，它是长这样，就是运动饮料好像都会是这种，撕掉这个纸，撕掉上面的纸，好，它这好可爱哦，还要用吸的。好苦哦！等一下，我用吸管吸吸看，它会有一个味道，在你喝完之后过几秒，像我刚刚讲了那么多话才又回甘那个味道。Oh my god， 有什么啊？他就说，我看一下，我有做功课，你看我还写着，它是人参口味，难怪。然后他就说，多数人喝一口就吐了，因此我成功没有吐。但是我觉得它就是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我等一下挑战一口喝完完全没问题，因为一直狂喝它的后劲在后面，好饿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好没关系。重点是你们知道红色尖叫他们是评论为这五个里面最好喝的，然后我觉得还蛮难喝的，那现在是我还要继续往下试吗？第二位就是东方树叶乌龙茶，而且它是零卡路里耶，看得到吗？
优雅奢华下午茶。它后面放了一个这个，看到吗？营养成分表，全部都是零，也太好笑了吧！就是像良药苦口之类的，因为这些难喝饮料好像都是对身体很好的饮料。好，我现在就要来喝喝看，一样非常的期待，一样非常的难开，是我的问题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打不开哎、欸！会不会我最后是打不开？但我外公很爱喝乌龙茶，所以我跟他喝过各种乌龙茶，所以这个应该是我应该是不会太害怕。好，就来喝喝看吧。那我先看他的介绍，好，有个心理准备。很多人不敢尝试，喝一口就会直接把它丢掉，极难喝。好，喝喝看。哦，我有看到有人说，因为大陆的饮料都比较甜无糖的，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很难喝，有点像你知道女生减肥就会喝无糖绿茶，然后这个就跟无糖绿茶味道完全一样。嗯，它很像水，但是加了一个味道，可是那味道散得很快，你就觉得那我倒不如就喝水，所以算了，大家还是不要买这个好了。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我会不会之后突然后悔，就说，哎，我干嘛花350买这些饮料？好，第三个还蛮可爱的，是这样小小的，丘林格瓦斯，看到吗？为什么会有人想到要把面包做成饮料？啊，面包就好好吃就好了。我先闻闻看，哦，是一个很怪的味道。我刚刚只是先喝第，哎，你知道这些难喝饮料难喝的之处就在于，你喝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哎还好，然后就喝，就等到你开始讲话或是经过一个时间就有个味道。我其实不敢，现在不敢喝第二口，因为我不喜欢那个感觉啦，我也，而且我还夸大其词说吧。这五罐全部喝完，再喝一次。嗯，就是喝的当下你都还好，因为就像汽水一样之类的。可是它那个回的味道真的很恶心啊，除虫剂的味道。哦，哦，好恶心哦！可以很想，哎、哦，你知道我今天拍影片最害怕的什么吗？就是怕我会骂脏话，我就骂了一声脏话。因为这太恶了，很像除虫剂突然那个叫什么突然反上来，就是你好不容易吃进去，你好不容易喝进去了，然后那除虫剂就回归到你的喉咙。好好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呢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说可以放那些开心的音乐。因为这个呢，黑松沙士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看那种黑松沙士的玩具。 OK，重点，台湾制造，所以我超不害怕，我也喝过，都是补习班，就是老师会让你挤点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有换东西，老师就有放一整箱黑松沙士。我现在只能说，那些小朋友努力挤点数换来的饮料，居然被评为前五名最难喝饮料，我不知道他们作何感想。我该不会给他最高分吧？因为可能我已经喝习惯。好。有听到气的声音吗？他气超多，我刚刚喝那一口简直全部都是气。好，我承认不好喝。在这里用这一杯敬我的童年，敬那些努力用贴纸换来这一瓶黑松沙士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的味觉已经出问题咯。好甜。好，现在饮料是怎样？要不做最甜，要不就给我做不甜。凭良心讲，真的没有多好喝。下一个，我前面是真的没在怕哦，我都还想说很兴奋什么的。这个我真的有在怕，还是涝，是崂山白花蛇草水嘛？很多评价关于它的评，我到现在没有看到
很少很少很爱喝它的人，是山东的。他说清热解毒消肿，好啊，这好像不错耶，消肿抗肿瘤抗病毒哦，我有肿瘤，希望这可以帮助我，还是我应该要买一箱增加免疫力。欸，其实这是一个超棒的饮料。然后有人说它闻起来有臭脚的味道，好，先让我来打开它。哦，这是一个坏兆头，我刚刚开的时候它喷到我眼睛。就是那个拉环，我超爱拉环的，快点来咯，来咯，一二三，五，哦，味道我闻到了，这么远都闻到，它是透明的，现在啵啵的声音，好像有气泡，我真的最不敢喝这个哎，这就像恐怖香那样。我现在喝了第一口，现在我的心情十分正常，就是很平稳，但我要闻闻看。嗯，我不知道哎，哦，好像有，刚刚闻的时候想说，哎，还好，然后就有一个味道上来了，我经过了好多折磨的感觉，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就是我等一下回去好好爬留言，然后推荐我这些饮料的人都死定了，我开玩笑的啦。好，我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，我要把他们都掺在一起，掺在这个喜茶的杯子里，来幻想自己又多了一杯喜茶，希望喜茶可以开到台湾。其实我喝的这个还好，但是我全部的朋友都像疯了一样，就是他们整个爱上喜茶。我是觉得这超可爱，就有把它留着。其实我准备两个秘密武器，第一个就是喜茶的杯子，没错，第二个是这个，就是那个啤酒那个李姐姐送我的，它也是在三里屯那边的店，它叫做 BEAST， 应该是 Beast， 然后是野兽派。就你跟我一起开箱这个好了，它的包装很漂亮。然后记得当初买的时候啊，它还有送一朵玫瑰，就是很好浪漫的店。好，我要看看里面，哇，是杯子哎，然后它有附这种金色的。色的猫头鹰就可以放茶在里面，然后放进你的杯子。它是一个杯子，就没有东西，蛮有质感的。它的那个猫头鹰好漂亮哦，然后底下就是它的 logo。现在就是决定一个简单的问题，就是要哪个杯子喝呢？但是因为这个好大，好，我要来喝喝看。我还是倒进这个好了，让大家看混起来的颜色。好，我们来回顾一下我全部喝的饮料。首先是红色尖叫，用那个要吸的，它就是喝了之后会有一个中药味回甘，可是一下下而已，所以还算可以，难怪它是五个里面最好喝的。我现在就先把它倒，因为底下比较小，杯子比较小，所以我让它倒下东方树叶，点点的茶的味道，它就是水。如果是水的话，我们就是不害怕的往下倒，没什么好怕的。但是接下来让我最想吐的就是这个格瓦斯，我以后想到喜茶会是什么心情啊？加超多，我把它当饮料喝。现在就是多了气泡，不过他们三个颜色都一样。好，格瓦斯加完了，就这样，很甜，自己很不用加太多。我到底在干嘛？我好像有病。反正我最近刚好压力也有点大，舒压一下。要喝不喝又不敢喝的蛇草水，但它颜色真的很漂亮。然后我根本没喝多少。然后现在就要把它，我要加这么多吗？我加到这条线好不好？这个喜茶有一条线在这，好。你们看到倒出来的那颜色吗？就是哦，我现在加了一堆气，
我倒这个，然后有一堆气。我原本倒的时候是想把镜头拉，我现在要挑战喝完这一杯。人生有什么想讲的？应该就是没有。我早就计划好，我喝这些加在一起的反应是什么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要来做出这个反应。好，我先一口气喝一大口。好，我先搅一搅，搅一搅，搅一搅。哦，跟你们说，这五个加在一起超好喝，你们一定要喝喝看。我觉得这五个加在一起的味道好好喝哦，让我很想要一直喝哎。我原本想要骗你们，然后也去混合这五种饮料，结果我现在想吐。有，会先有一口气的味道，然后是一个很甜的气，我猜是黑松沙士的味道，然后之后就会开始有一些中药味，然后接下来就会有一些味道一直一直在回甘。你们拿去给你们的那个舍友喝的时候，就是他们的反应都怎么样？他们有把它喝完吗？而且这男生饮料是什么时候票选出来的？好，我知道我要用什么心态去喝了，我要想象。因为这些都是健康饮料嘛，我要把它想象我喝完这个，我身体就会非常的健康。就开始，这没有酒吧？这没有酒吧？为什么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嗨？我只能说，你在狂接力这些饮料的时候，就是狂喝的时候都还好，当你一停下来，就是地狱的开始。好，继续。哦，不行，我已经快吐了。等下可能还有机会看到我吐的画面。你知道，我以为他们的反应都是，就是他们反应，我每次看一看都觉得太夸张，太夸张，但是是真的，好恶心。好，剩一点点，我要把它拼完。挑战完成。另一个我就是觉得挑战好好玩，我要做最后的那个排名，我最能接受到我最不能接受的，我最能接受的是这个，就是东方树叶，它就像水，只是会有一点点茶的味道。而第二个的话呢，我能接受的应该是选不出来啊，我都不喜欢。第二个应该是它吧，红色尖叫，因为我不知道啦。第三个。你们可能会蛮惊讶的，因为我想要给蛇草水，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在吃药，那你把它当药水喝就还好。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蛮常喝的黑松沙士，就是很甜的泡泡，很甜的气泡组合。最后一个真的是这个，我喝一口就完全不能再挑战，而且我现在已经结巴到不行。这就是我个人的内心排名，叫我喝这些的人，你们，就也喝到难喝的东西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推荐我这个？希望还可以给我一些挑战。那我这样有算挑战成功吗？还是你们真的想看我喝完这些饮料，在我发出这个视频之后，你们可以留言。告诉我你们想看我真的全部喝完，我就会拍一个全部喝完的，
还是你们愿意放过我一马？我会先把他们冰在冰箱，因为我 check 过那个日期都是可以放的。你们喜欢可以订阅，这样就可以收到我的影片。有什么想跟我说的都可以告诉我。你知道就讲不出那种。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因为我现在自己就是觉得莫名其妙。通常大家喝完都是什么心，就是什么心情啊，什么反应？我现在只能说拜。Bye!